手札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的，让我帮忙参详里面的内容。谁？那位月华卷。 你想骗我去惹那位？不信你可以问他。当时他要杀我，是月华君救了我。那位都知道什么？我不确定。你敢只身来找我，必然留了后手。你倚仗的是那位，对吗？ 你只要如实回答，我不会伤害他。你先放了他，留尽量于此时无关，只要他听到了我们的对话，你不会再放过他的。二郎，我不走。二郎，二郎，我不走。二郎，我在制作复活雷霆。我研究过你的手札，所以我知道你根本不会给我留活口。你猜，我会怎么做？还有谁知道？再是我也知道。不过我已经失踪了，那位很快就会调查我的下落。 我去过的地方，做过的事，看过的书，写过的自身之物的饮食起居，他们都会仔细的调查。你觉得他们会花多长时间找到复活雷霆方？我又会把相关资料藏在什么地方？